那日天君生辰，我陪着素君来贺寿，父君先去面见天君，让我在外守着。素锦娘娘就在此时来到我这里，说天君其实在洗梧宫，还笑着说要亲自带我去。后来，素锦娘娘就用仙法使我昏迷，还把我灌醉，扯开我的衣服，我再醒来的时候，素锦娘娘就哭着喊着说我调戏她，场面十分混乱，我就傻坐着。 直到看着他要拿白绫来上吊，天君您就来了。大概就是这样，我都说完了。说的不错，很清楚。素锦，你可有什么要反驳的？他在说谎，明明就是他喝醉了酒闯入我的寝殿，要对我图谋不轨。 他说谎，元贞，那时是你第几次来天宫？第一次。所以素锦，你以为一个第一次来九重天的人，会顺利找到洗梧宫，又从洗梧宫诸多寝殿中找到你的寝殿，去非礼你吗？想不出理由来，就先不要说话。 那乐虚娘娘以为，这陷害天君之孙的罪，该如何算？除去仙籍，贬斥畜生道。司命，在。记下。是。这还没有开始审素锦和白浅上神的案，怎么就已经这么多罪名了？不，天君。 天君，你冤枉我！你和秦秋的埋缝交叉到一起，你们冤枉我，冤枉我！放肆！天君，你要给素锦做主啊！天君，他们都是一群小人，你不要听他们的，他们合在一起冤枉我，他们冤枉我！天君。 你的意思是，本君也是趋炎附势的小人了。身为本君的侧妃，竟如此污蔑君上，这又是什么罪名？那这罪名可就大了，要比前两者的罪都要大。素锦，你可要想清楚。 我刚才就是一时急了，慌了，野花，你不能跟着他们一起这么污蔑我，你不可以，不可以啊！本君是天族太子，绝不会偏袒任何人。就算要偏袒，你该偏袒身为侧妃的你，不是吗？不，你从来都没有偏袒过我，从来都没有，永远都是把我往外推。 无论我对你有多好，都没有用，都没有用。这接下来还要什么？以白浅上神的人品，对比面前这个劣迹斑斑的女人，如果再审下去，恐怕日后青丘会埋怨我们，相信这种人去冤枉青丘女君吧。 确实不用再审了，素锦，你真令本君失望，太失望了。臣以为帝君说的有道理，庆幸的是，今天大殿之上都是自己家里人，没有将这件事情的影响扩大。作为从小抚养素锦长大的儿臣。 交出这样的女人，也是很惭愧的。
请父君早早下旨，将素锦处置掉，以免以后再生出什么事端来。臣附议，臣也无话可说。臣也附议。叔伯，诸位叔伯，诸位叔伯，你们不能这样对我，你们不能这样对我呀！叔伯，你看。 我是九州殿的公主啊，叔伯，你难道忘了我的父母亲了吗？当初就是他们牺牲了性命才救了你们呀，你们都忘了吗？哎呀，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怎么对得起你那忠烈的父母？素锦，本君念你是忠祖之后。 就不再追究你做人偶蛊惑太子夜华的罪了。但是元贞的事和白浅上神那儿，你必须有个交代。你今日就自行了命，去若水吧，带他退下。不要，天君。